香港主权移交过后，中文课程教育改革一直是香港教育局的重点。2008年推出北韩计划过后，香港普高中的学校开始引来引导的。普高中都是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课，不用母语来教。2016年，香港有73%的小学，还有30%的中学转向普高中。按你的教育政策，要到中国新移民应适应香港。有人提出讲，普通话有一日会退出广东话。其实头摆广东话变普遍，也是知道香港的客家、闽南话也到本土语言国家的陆续推移。更加在香港为广客的客人，代替有30万人，差不多占系总人口的4.2%。不过平常是主要广客的人。能0.6%的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如果逐渐的来保存推广客家，一道广东话、客家如果也是外流的香港客人，因为广东话能摆会变难用的呢。对头摆先下到未来，向下来看香港语言的变化过程。下阵改到一下香港嘅后生人改时行嘅翻译哦，大家慈爱香港人能看的是，唔是讲咧，伊阵讲嘅广东话当然系代表为伊阵咧文化、生活、韩国历史体地位。唔过听听中国嘅书系越传越落来嘅，毕竟把普通话睇下向系越来越普遍咧。今日咧汉派广东话代表为香港文化，为创一下整体整嘅白重用，越来越唔清楚门咯。先生，你到教室，学生的空气来用标准的普通话唱完。一节中文课唔用香港人讲惯的嘅广东话，系用普通话来教中文，也替香港简单讲起普教中。是非已，勿心恶，苟心恶，进退错。香港改出名的学校皮镇中学推行普教中19年，就希望来提升学生的一普通话为谈吞讲的能力。他在听说普通话方面会有进步，他起码对这一种语言不会感到抗拒。还有呢，就是说如在写作方面，我们会发现他的那个方言混杂的那个毛病会减少。现在因为内地来的游客，还有就是移民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都听到普通话交谈的，没有好的普通话的沟通的能力，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很吃亏。事实上1999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就提出用普通话教中文的目标，不做起来以来不会以普遍，一直到2008年，语文教育团研究所副委员会是用语言来推行普教中自研计划，参加普教中的学校能进来见到，去年有一班客家510间中小学实施普教中。照讲儿学的调查，2016年全香港有73%的小学同30%的中学推行普教中。不过学界对规划的爱推行普教中项目重视，推行的效果都见下提数到议论。这个普教中呢，从来都没有那个研究报告，提出那个实证性的报告说真的能帮助我们学生的语文水平，反而是我们一直用广东话来教那个中文呢，我们语文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推普教中反对的怕他的孩子的普通话掌握的不好，影响他的中文课的成绩，怕吃亏。但是也有很多家长呢能够看长远一点的，就是知道你将来儿女如果掌握普通话掌握不好的话，将来是很吃大亏。长期关心香港中文教育的学者陈世坚不反对普教中，不过伊认为对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积极地位，会挨到成年的学习发展，很可能因为家长的普通话能力唔系几好，
是知道新年的夜后是国产动作，家庭教育够不将而推崇。像现在我看看我妹妹，她平常在那一些默写或者是其他考试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不能不太能跟用普通话跟他们温习。如果家长跟整个社会不了解那个广东话的重要性呢，慢慢就休息了。他的祖父母跟他的孙儿不能沟通，没什么好的那个文化啊，他所以说断了一个地方语言呢，就是把整个文化都那个磨掉。有没有嘉宾啊？当有咯，有咩噶？就算是上普高中的考场，无论上课也是下课时间的互动，很多学生的还是惯用广东话来交谈讨论。虽然也下香港有位九成的市民还是惯讲广东话，不过渐渐渐推行普高中，韩国近来见到的中国新移民落来，该当研究受骗的有意义将谈的多普通话、广东话为卖核。我们的 first language 是广东话吗？你用华语来教我们中文，就是像用一个法文来教我们英文这样子的概念。每一个学校大部分都已经用了普通话教学，其实慢慢的渗透，让我们广东话慢慢带走。因为现在香港毕竟大多数的同学他们都是以广东话为主要的交流的语言，然后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机构都在提出要怎么样保育这个文化，就是怎么样传承广东话，所以我相信各方都应该其实对这个已经非常警觉，然后就不会让这件事发生的。现在讲广东话咪犯法先？不准提中国放松的香港独立天然声明，其中一个短片封面在2025年普通话在香港为系官方语言，广东话变到无人爱讲，唔少人注意。影片还做出几行查实际，因为普通话讲来唔好，本人社会情形。为什么我们一个这语言，就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神学的回归之后，就推行一些普教中。而且不是单单推行，就是没有再发挥发掘更多广东话的可爱之处。大哥，现在你们都要学普通话了？一点点呢，从前不懂的，现在不讲不行。现在不讲不行。讲得不好，然后就讲。但还是得学就对了。现在哪里一样，就是普通话了。我们从前20多年前打飞机，没人说普通话的。现在不说普通话不行啊，你不做生意了。广东话为抢前一班的阿伯唔敌事务，越经越磨合，怕喊唔得敌。不过其实做上广东话，近来见到人工的时节，每狮子都被头发吞黑化，也着香港的本土语言改革的就磨灭嘅人工诶。咁我两家咧都系连串嘅人移民，嗱，首先介绍下连串。前嘅太浦林村是传统的客家庄，因而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盼客化土壤不通，希望我行过多嘅人来认识客家文化，谈到客化。见到阿条咧，就即能够做几多就做几多啦，吓，见到所以嘅见到通过好多方法去将佢记录推广啊，譬如教下阿条嗰种即客家话偷上团啊，样希望将阿条语言咧多啲人即认识，多啲人知道希望以后呢，要多啲人关注呀、保育嘅问题。现在的人呢，受教育就通常都用广东话嘛，就没有用客家话，然后他们就真的没机会去学习到，然后就不会讲。香港一下用客话来做惯用语言的人抢2.6%，韩国家家就50岁客家的人，不过睇1921年九位以上班的人睇录卡会讲下。客家天天的磨合的语言，同样同各方语言的改变有关。村来讲呢，1952年开始呢，就用广州话来教学。以前呢，外地去用客家话教学咧，几百年啦。自从喺50年代用客家、用广州话教学，再加上嘅电视台啊、天台，都系用广州话。然后喺下一代就逐渐就慢慢慢慢识讲啦，
主要一睇人冇上到些，冇上到些人讲咁样咯。诶，政府嘅语言正常咧，七尺都影响一啲一啲人居民嘅方言嘅消息。客家话你都冇地方说，所以你学到都冇用。香港合法流失的案例开，唔过睇成个太菩萨去中心，还系躺喺度，还有老人家该此言咧，提起讲下。发梦啊，浪心变啊，三上爱买个半天。当礼拜一拜，他家乡下从客家山歌，没想到为替香港编作客家人其中交流的平台。他们平常已经不说客家话了，刚才我说了，但是那个山歌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一走。每一个星期他们见面的时候完全用客家话谈话唱歌。我三月四天我七月秋的。坐等香港传统的客家神父，今年84的李群重登客家山歌，歌词归重视的功登坐上行人港中工业的一情形，一路冲锋送机的几只石腿完整的记录。行人团七家听到的、看到的、经过的事情，都拿来尊崇歌唱。不是讲伊都没保留的该传统的客家的语词。少少都后款以后仲中意开心嘛？我唱一首，山歌见唱得见开心哦。都是唱他以前很久以前他听过的，他是很年少的时候在农田啊，这个时候他的一些东西，他好像一个宝贵的一个资料，这个 archives。就算客家山歌合法，就本人列作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要面对强强就为某人来上学的大问题。佮唔学，啊条唔学佮就冇落实存了咯，啊条老一条，老一条唱唔到，要条要上个天。其实有想过，但是呢有点困难，因为毕竟在香港的教育来说有很多不同的语言要学，比如说有广东话，有英语，还有那些普通话或是国语。难啊，主要也想保存呢，一听到音频呢，一听到木卡太硬，那些人讲话一个方法是最好的，但是呢问题咧，到今到为止咧，就系5-8%嘅家庭会响咗咯。面对合法，就为无系咧无奈何，香港行业唔接受，未爱接受。唔过该出事咩人，限喺体育安泰嘅变化当中，慢慢咧做咧客家文化保存嘅工作，做越多算越多。看到合法，就为无系咧二等，讲到广东话为永扬嘅发展，限喺此度该乐观。平常说话都。不能够讲不出那个广东话，要用普通话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广东话应该会打响那个警号，会消失了。但是现在我没有感觉那个事情，我一见面很，我们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普通话，都是说我们地方的话。原来我们有好多香港人，如果超起學舊國物嘅話，捱到老師人講潮話，咁樣嚟講咧，如果咁樣嘅心理咧，講潮話短期做咧好難消失。香港人大部分都比較輕視嘛，輕視就係佢哋會學習英文、學習普通話，而到下多人都因為也都係比較要用嘅語言嘛。不過在香港後生熱胎，其實有一種比較強態的本土意識吧，所以講廣東話流失是一種趨勢，但是我覺得這個沒有客家話那麼嚴重。香港人該識字，連講麥嘅話，咪係用實用主義，有實用嘅價值，如去學，如去講，學到嘅用唔錯，就冇愛嘅就同意合用去。侬把广东话推向合法，就是安尼嘢发展高层，安尼嘢思考同想法，喺台湾来讲未差唔多。香港人学普通话，系认真规划嘅时局嘅发展，
我遇到太环境来讲那种发言，让他提落卡是不讲母语，佮母语就会无好。虽然眼下还唔像安尼，不过唔代表就无危机。等到知道事情太跳诶，怕外救也乃唔好诶。香港的合法，台湾的合法，唔是都是安尼哈。